精湛的演技被誉为是妈妈专门户，成绩备受肯定。彩华姐，君浩，我不想要接受你刚刚说是妈妈专业户，她这个整个长相，你觉得她是妈妈吗？哇，真的好漂亮！林玉啊，你们看看王彩华今天这个岔开到多高。彩华姐，我一定好好跟你说一下，你的儿子呢，陈浩森先生，他有特别要叫我交代说，他说要告诉妈妈，他永远是我心目中的红毯女王第一名，最漂亮就是你了，好吗？谢谢我的儿子浩森。是的，霞姐，其实这是参与殷正豪导演的新戏，他有给你个指令说，我不要看到王彩华，但是。你知道彩花姐深植人心，你是怎么样跳脱那个框架的，怎么办到的？而且我觉得导演呢，他真的非常的优秀，他给我就是让我自己去发挥，就是跳脱那个王彩华的感觉，让我去做那个角色原本他应该有的那个味道。是，所以他不断的在指导我，我觉得他是非常棒的一个非常新生代新锐的导演，对，然后让我觉得他很亲切跟我很温暖，所以呢在跟他合作的当下呢，我是觉得很快乐的，而且很轻松的就可以把它演好，很期待看到你们的新作品的合作。谢谢。但我觉得我们要进广告前，你可不可以绕一圈让大家看一下你今天这个完美女神红毯第一美，非您莫属哦。小姐，哎呀，有人要看吗？有，彩华姐，老婆已经在这个，有人要看吗？哇，不是，彩华姐里面是透明的耶，我现在才看到。好的，我们大家休息。